居然一下就打开了两个魂槽，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见。接下来让我测试你有没有魂力，你只需把手放在水晶球上即可。 不错不错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关上！这是村里遇袭的警钟，我先去看看，你去保护村民们。救命啊！快快点！我没事。 刚才还是我，你不是觉醒了很厉害的武魂，赶紧过去看看能不能帮上点忙。那这装备给你，多少可以保护你。村外的兽潮已经基本得到控制，就剩下村内这些了。 这是一只公的赤火猴，我为你压阵，你尝试下利用魂技击败它。 这些魂兽明显都陷入癫狂的状态，我带着魂兽的尸体回去史莱克学院一趟，你去帮守备官处理一下村里的善后吧。 来的正好，我这里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药瓶，你帮我拿去药剂师那边看看，可能和这次魂兽入侵有关。啊！说过多少次，没有重要的事情别来烦我。哎，这个不对，帮我把这个瓶子拿去给门口的狒狒试试。 体内有魂兽的血脉，但是看他也不像一只魂兽。要是这种情况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信息带给驿站的执事。情况紧急，驿站离这里有点距离，这是他最喜欢的饲料，你喂养下他吧。